爱情之王，等你越千山飞越万水，海阔天空任你翱翔。飞睁开锐利眼光，看见前途方向。爱情之王，飞越千山，飞越万水，海阔天空任你翱翔。飞，永远遨游在蓝天上。我要打死你！你能打死我最好，你打，你再打！我求你打死我，你打，你打！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又打。你打，怎么你不打我？那我自己打好了。不打我，你疯了！你瞎了！是的，我疯了。我要再打，瞎了，瞎了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吗？你要不要拿一面镜子让你瞧瞧，你自己是什么德行？管他什么德行，就让人家当小狗好了。瞎了，你知道你这么做会让多少关心你的人伤心和失望？关心我。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关心我？关怀你的人太多，包括你的父母、兄弟、朋友。不，那不是关怀，那是隐瞒，那是欺骗。为什么你不肯告诉我不准我练拳的真正原因？你不都曾想欺骗我？行，我们这是关怀你，爱护你。骗子，骗子！你们一个一个都是骗子，一个一个都是骗子。不管你怎么想都可以，不过我想奉劝你一句话：如果你再不改变你那可怕的偏激的思想的话，你这一辈子是完了。我完了，对，我这一辈子是完了。
就回来没？在房里耍狗熊呢。小六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不要管我，谁都不要管我。我只不过是个受人气的可怜虫，父母不要我，兄弟不要我，连朋友也不要我。我是个连野狗都不如的可怜虫，我不需要怜悯，我更不要同情。你们走，你们统统给我走。小柳，我们是关心你啊。我不要你们的关心，一切的关怀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看到二哥那种痛苦和无助的情形，相信你一定比我更难过更伤心的。哦，婚姻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消沉？爸爸，二哥改变是有很多因素的，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活得应该得到的家庭温暖。爸，你一定知道妈一向对二哥有所偏见，昨天妈更当面对二哥说他不是他的儿子，您说二哥怎么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呢？我也想不到你妈为什么突然会对婚姻讲这种话来。爸，二哥当真不是妈的儿子吗？这怎么会呢？那只不过是你妈一时气愤随口说说而已。爸，你应该了解妈说的话对二哥的伤害是有多么的严重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才希望你尽量的去安慰慧英。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，可是二哥他根本就不听，他认为一切的关怀全是假的。慧英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呢？他以为我们有什么秘密瞒着他。我们家哪有什么秘密？不管有没有，反正目前二哥的心情只有爸爸能够安抚，二哥的处境实在太可怜。青青，你放心，爸爸会尽量让慧英的情绪安定下来。柳氏观音企业，我就是柳劲松。哦，是骆先生吗？有什么指教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谢谢。抱歉柳先生，耽误您办公的时间。哪里，难得你对慧英如此的关心，我非常感激你。我跟小柳情同手足，互相关怀是应该的。可是小柳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牵涉到家庭因素，使我感觉到很难处理。刘某身为人父却不能防范事情的发生，
真是遗憾。小柳最近的想法极为偏激，他会变得如此，就是因为他心里的疑团难以解开，积郁于心，而造成心里的不平衡。是的，我也了解柳先生对小柳隐瞒事实的真相，乃是基于爱护之心。可是目前已经到了难以隐瞒事实真相的地步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。哦，会吗？这是必然的现象。有道是机遇成疾，疾病可分体病和心病，体病好医，心病难治。如果要让小柳恢复往日的乐观进取，就必须先设法让小柳心境开朗。骆驼，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比较适当？我认为以最婉转而又不伤小柳自尊的方式来疏解他心中的疑团，以免他颓丧不振而影响他一生的前途。是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开口，然而情势所迫又不能继续再隐瞒下去。好，我会很慎重很圆满地来处理这件事。祝你成功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他有思想，自然每一个人都有好奇求知的心理。虽然怕你不肯告诉我，但是我有思想，我会去追查的。纸包不住火，尽管你不说，慧英迟早总会知道的。二哥不是他的儿子，这句话对二哥的伤害是多么的严重。二哥痛苦和无助的情形看得更令人伤心，二哥实在太可怜。事情已经到了不能隐瞒的阶段，柳先生应该以最婉转而不伤小柳自尊的方式来排解小柳心中的阴影，否则恐怕将会影响小柳一生的前途。我应该找个时间好好的跟慧英谈一谈。小柳，你何苦要虐待你自己呢？小柳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难免会遭受到一些挫折，凡事看开一点。你该去上你的班了。瞧你这副模样，我怎么能安心去上班呢？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根本扯不上关系。小柳，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我的话有什么不对？你说。好了好了。我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不跟你计较。谁说我心情不好？我心情好得很。好，那心情好的话，那就赶快吃点东西吧。不吃。不吃会饿啊。饿死活该。小柳，你怎么变得这么顽固呢？这不是我所喜欢看到的小柳。不喜欢看，你就赶快滚去上你的班。我啊，真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定是心情来了。阎罗王来也一样。柳伯伯，是您啊。庆华，婚姻在吗？婚姻在房里了。庆华，是你今儿个不上班了？我正要去。快去吧，免得耽误你的工作。好，你们聊聊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嗯。慧英，我们父子俩很久没好好谈，你愿意跟爸爸聊聊？好，那我们出去走一走，边走边聊。慧英，你可还记得这个地方？记得，小的时候爸常带我到这来散步。小河的流水仍然不停地流，可是这四周的景物却已经变了。以往我们父子俩常能来的散步的日子，就好像河水一样的流逝，他再也不回来了。人总是随着时光的流转而变化，真是令人遗憾。我也觉得很遗憾。但愿别为了这种因素而疏远了我们父子之间的情感。那倒不会，只是我心里有很多的疑问，因而失去向爸爸追寻的机会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慧英，你该很久很久没有听爸爸讲故事了吧？有很多年了。有兴趣再听爸爸讲的故事吗？很想。好，我们再来坐坐。爸爸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给你听。这个故事留在我心中已经有20年了。想起这个故事，不禁使我联想到岁月的无情，一去永不复返。回忆，你应该听过秀英这个名字吗？爸，秀英她不是我阿姨吗？名义上是姨妈，事实不是。爸，那她是？暂时不要问。爸所要讲的故事，就是牵涉到她20年前的秀英。她是一朵名花，她虽然是个富家千金，却没有一点娇气，平时是那么样的朴素，但是她天生独特的气质，无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能立刻吸引别人的眼光，因此在她的周围不时地围绕着一群追求者。爸，你也是追求者之一，是吗？爸爸的确曾经追求过她，可是秀英心怒止水，众多的追求者费尽了苦心都不能打动秀英的芳心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秀英的姐姐。我吗？是的，我们交往一阵子之后很快的就结婚。当华龙出生的时候，秀英仍然过着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和几位同学一道去登山郊游。他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，秀英却不慎失足掉入水中，山间急流很快冲走秀英，
幸亏也未到野外运动的青年。陈汉奇，当他发现之后，就立刻奋不顾身地跃入水中。爸，那是他救起了秀英，是吗？秀英被救之后，为了感激陈汉奇，而跟他时有来往。陈汉奇是一个拳击手，每当他比赛的时候，秀英都为他加油。他们俩的感情就这样的逐步加深。陈汉卿也是个拳击手。有一次，陈汉卿拳赛失败，腿伤不振。秀英终日陪伴安慰。陈汉卿在秀英几句话的鼓励之下，重新振奋。秀英是用什么话来鼓励他？有水，海才广；有土，山才高。要想胜过于人，就必须要自强不息。尤其身为拳击手，要不停地出拳，才能击败对方。身为拳击手，就要不停地出拳，才能击倒对方。这话的确很有道理。陈汉卿在秀英的鼓励之下，连连获胜。当他们在庆祝获得冠军的晚宴上，两人私定终身。感情最容易使人迷失，尤其是青年男女，往往会因为感情而丧失了理智。陈汉卿和秀英当然也不例外，热情的交融，秀英怀孕了而不自知。当陈汉卿向秀英表明将要出国去观摩拳击运动的时候，秀英不但不反对，反而鼓励陈汉卿出去吸取别人的长处。陈汉卿出国多久？原本说好最慢三个月就回国，谁知道秀英望眼欲穿，陈汉卿都没有回来，秀英的肚子也随着时间日渐长大。秀英为了不敢让守旧的父母亲知道真情，借故离家。最不幸的是，什么不幸？直到秀英难产而死，陈汉卿还没回来。多情的秀英至死都不曾对陈汉卿发过一声怨言，她只要求她的姐姐和曾经爱过她的姐夫抚养她的儿子，并要求无论如何要替他守住这个秘密。孩子，现在你对这个故事都清楚了吗？对不起，秀英，原谅我无法替你守住这个秘密。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。爸，慧英，我随身按照秀英所托将你抚育成人，但是我却无法让你获得完整的父母之爱。这是我一生中感到唯一最遗憾的一件事。慧英，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更坚强、更成熟、勇敢地过完你人生的旅程。我会的，我会更坚强、更勇敢。承认我这个爸爸，
我当然认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爸爸。孩子，爸。绝非玩笑，否则我也不会请你们来。骆驼，要取消比赛，你总得说出个原因来吧？哎，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了。阿斌，你知道？当然，骆叔叔他跟我们所约定的拳赛，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在这段期间里。骆叔叔发觉他那批学员根本就是不可造就的庸才，就连你所说的那位深具潜力的小柳也是一块朽木。骆叔叔他要不取消拳赛成吗？骆驼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的确挑不出一位可以跟阿斌比赛的拳手，请你答应取消拳赛。这叔叔，我们南部拳击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，如果轻易的取消，那以后谁还会相信我们的话？话这么说虽然是不错，但是我跟骆驼是同学，又是多年的好友，我们不能过分让他为难呢。哼，这只能怪他自己当初不该把话说得太满，我们总不能因为他的关系而被人取笑，说我们言而无信，如同儿戏啊。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一个人的信用是很重要的。骆驼，我们还是按照约定赛一场吧。不用比赛，我现在就认输了。你们原本就是注定要输的，光是你向我们叔侄二人认输，旁人根本就不知道，话传出去，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们叔侄在吹牛呢。那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愿意取消这场拳赛呢？按照约定，输的一方从此退出拳击界，你既然认输，就得依约而行。好，我答应，就是退出拳击界。光是答应，不值为凭。那你还要怎样？骆叔叔，您过去也是拳坛界的黑马，车祸退休之后，仍旧以培养后进的好手为己任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培养出什么好手，但您在拳坛是公认的名教练，这次你要退出是件大事，怎么可以这样子默默地进行呢？你认为怎么做才得体？公开下帖，邀请拳坛的人士聚餐，当众宣布这件令人惋惜的拳坛大事。阿斌，事情由我们处理就好，何必大肆宣扬，浪费金钱呢？宣扬已是隆重啊，关于开销问题，骆叔叔如果花不起，我可以代出，表示一点晚辈的心意。多谢好意，这笔经费骆某人还付得起。哦sorry， 小侄一时失察，忘了骆叔叔虽然没有培养出拳坛的好手，但是这几年下来一定也捞了不少轻松钱吧。我承认我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来，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声明一下，我骆某人教拳完全是为了兴趣，义务教授，不收任何学费的。哦，原来是不要钱的才会有那么多人来练拳，我看他们八成是把你这儿当成休息站或者运动场。难怪学员的素质那么低啊。阿斌，话不要说太过火。没关系，我承受得了。对嘛，骆叔叔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跟我计较这些小节？骆叔叔，你说是吗？是的，你说的完全正确，我是在误人子弟。只要你答应取消拳赛，任何条件我都答应。哦，不，你不能答应他们。小柳，是你。骆驼，你不需要答应他们任何条件，
拳赛也不必取消。哦。原来你就是洛叔叔心目中的宝贝拳手小柳，哼，难道你有勇气跟我赛拳？很想领教你的拳术。离约定的时间才剩下一个多月而已，训练的时间够吗？够了。不需要延期？不必，如期比赛就行了。 OK， 一言为定。小柳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强行接受这场比赛。骆驼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的兄弟，我怎么能够眼看着你受辱而不挺身而出呢？可是你已经好几天没练拳了。没关系，我有信心不会输给叶冰的。小柳，你应该明白，叶冰他曾经接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。骆驼，你也别忘了我是拳击名家之后哦。啊，你都知道了。嗯，我爸爸也不再反对我练拳了。哼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好家伙。哎，青青啊，小柳突然间那么消沉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以往的乐观进取，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。哎，你用词不当，应该是雨过天晴。是，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哎，青青啊，看来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。看来啊，你过去一定是在马屁世家长大的哦。拍马屁啊，也要看对象，除了你之外，任何人的马屁我都不拍。说句话，你认为我喜欢人家拍马屁吗？哎，不不不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啊，我是。你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我。瞧你紧张的样子，真好笑。青青啊，你生气的样子好可怕，好像要吃人似的。什么？你把我当老虎啊？哎，不不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是既美丽又善良的小白兔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青青啊，好，今晚天没有鱼。在哪？在哪？哎哎，鱼过来了。好多啊。待会儿我们再去夜总会跳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，现在高兴点。青青啊，嗯，你看那边有鱼。哎，不好看吗？你看那树枝。大哥，大哥，你，青青，这穷混混是谁啊？穷，他是我朋友邱庆华，不叫穷混混。华龙，瞧你一副潇洒的模样，怎么会有这种像小太妹的妹妹呢？你说什么？请你讲话客气点。龙交龙，凤配凤，小太妹当然会跟那种穷混混在一块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庆华。你推开，大哥，你不该背着美伦在外面乱交女朋友。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谁也管不着。哥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，我回去啊，一定要告诉美伦。你尽管向她报告好了，我不在乎。那，美君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大哥，气死我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什么事情都认为没有关系，当你认为有关系的时候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是啊，美伦啊，十个男人九个坏，哎，你若不好好的管华龙啊，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。华龙他会慢慢改好的。哎呀，美伦啊，你这种想法就跟我们西罗那边有位廖太太一样哦，他先生呢也是一天到晚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都不管哦，他总认为啊，他先生一定会改过。结果没多久啊，他先生跟那个坏女人跑了。美伦，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，该好好的约束华龙。
好吧，等华龙回来，我会好好跟他谈一谈。要彷徨，不要惆怅。清华，瞧你这副不高兴的模样，是不是跟青青怄气了？我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得罪这个小公主。那你再跟谁生气呢？你哥哥华龙。华龙对你怎么了？哼，他带着女朋友，说我是穷混混，说青青啊是小太妹，差点把青青给气坏。哼，华龙的行为的确太过分。可不是嘛。最可怜的还是梅露。怎么，你不欢迎？不，我在等你。等我有什么事？听说你最近外面有女朋友。不错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怎么样？我只是想劝你收收心，好好为事业奋斗。哼，我的事不用你来操心。华龙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事我不能不闻不问呢。老爸每次见面就已经嘀咕的没完，够我烦了，现在连你也敢跟我啰嗦。我劝你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哼，我就是被你哭没的，看到你就讨厌。阿龙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哪不要你管。欺负美伦了吗？哼，用不着你管。好，那我就请爸爸来管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快来啊！爸爸，爸，爸，爸爸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爸，你小心啊！半夜三更的，这么大呼小叫的。爸，你哥哥又打美伦了，不像话，花了太不像话了。嗯，美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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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美人怎么了？什么话呀！华龙变得难以管教，嚣张无度，这全是让你给宠坏的。哎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在我头上好吗？你是他母亲呢，我不怪你，我怪谁呢？难道你不是华龙的父亲吗？华龙不是你的儿子？我没有说他不是啊。既然你知道华龙是你的儿子，你就应该多关心他，爱护他，不要净顾着关心别人的孩子。素娟，你又扯到哪儿去了？我知道你仍然对秀英念念不忘，当初你会跟我结婚，就是想从我身上找到秀英的影子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因为秀英的关系，你才会对慧仪特别的爱护。素娟，你别越扯越远了，现在我们要讨论是有关华龙和美伦的问题。哎，他们已经是夫妻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好讨论的？夫妻之间本该相互敬爱，相敬如宾的，怎么可以随便打骂呢？以我来说，我可曾经对你粗暴过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你凭什么打我？难道美伦就做错什么事了吗？华龙竟然把她打得都流产了。是啊，哎，好可惜哎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你好好的给我管教华龙。如果他以后再动手打美伦，我就对他不客气。对，应该管严一点。我听说华龙在外面有女朋友哦，青青都看到了。阿朱，哟，你在柳家是什么身份？这里有你开口的余地吗？我忍不住嘛，不讲就赶扣呀，还不快给我滚到一边去！哎呀，女孩子用滚的多难看啊，那我用走的好了嘛。哼，不识好歹的死丫头。素娟，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好了好了，我会好好的管教华龙的。黄龙，别喝那么多酒嘛。我心烦，不喝酒，你叫我干嘛？怎么，你到现在气还没有消？哼，我柳华龙是什么人，哪容得下老婆这么唠叨。哎呀，女人嘛，难免会啰嗦一点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？如果美人能够像你这么了解我，那该多好。谁叫你要那么早结婚，要不然我就嫁给你。那我跟美伦离婚再来娶你。华龙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，我才不愿意当一个拆散别人婚姻的罪人呢。只要你能够时常陪伴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谁叫我喜欢上你。华龙，别再喝酒了，我陪你到郊外去散散心好吗？台北京郊都走遍，再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们可以去跳舞啊。不够刺激，也没意思。那你认为有什么好玩的、够刺激的，我都陪伴你。打牌。哎呀，华龙，一提到打牌我心里就呕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我打牌？不，凡是你喜欢的我都喜欢。我是说，你们四个人当中要算你的牌打得最精，那为什么会输钱呢？手气不好，有什么办法？手气不好就别打呀。没关系，手气随时会变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。华龙，你有把握今天的手气一定会好吗？一定。哦，那何不玩大一点呢？对，美君，你赶快打电话约郑经理他们来。好。姓邱，叫邱庆华，对不对？你是青青的朋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说的话我全部都会背的。够无聊了，一天到晚打电话来找青青，前天就告诉你不在了，还不死心啊，讨厌。哦，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告诉你，青青他不在就不在啊，你烦不烦？你吵死了你！好了了你！如果小柳也像这个邱静华一样，天天打电话来找我，那该多好！这半个多月来的训练，你已经显著的进步了，基本动作正确，闪躲也比以前灵活多了。唯一的缺点
就是体力还稍微差一点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以后我会加重体能训练。训练固然重要，但是只要你不受外物的干扰，随时保持心境的开朗，比训练还有效。哦，心境开朗，体力自然就会充沛。骆驼，这个你放心，现在根本没有外物干扰我，心情开朗得很。很好，训练要适度，充分的休息才能保持原有的体力。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嗯，那我回去休息了。不要怕。小柳，你回来了。庆华，礼拜天怎么待在家里，没陪青青出去玩啊？我连续打了两三天的电话，都说青青不在家，他好像不愿意接我的电话似的。哦，你得罪他了吗？小柳，你这位宝贝妹妹，我爱护她都来不及了，我哪敢得罪她呢？说不定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看。喂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在就不在，你听不懂啊你？一天到晚打电话来，烦都烦死了。阿朱啊，我是小柳啊。什么？你是小柳啊？小柳啊，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耶！我今天接到你这电话，我好高兴哎！小柳，你以后天天要打电话给我哈。好的。小柳，你不能骗我，要不然啊，我会伤心哦，我会晚上躲在棉被里哭哦。我不会骗你，阿朱啊，叫青青来听电话。青青不在家，她到医院去照顾美伦了。美伦生病了。美伦不是生病了。他是被那个狠心的华龙啊打得流产的。什么？